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33的题型五难题要问。Yes。哎，两位后面在干嘛？第二题。睡觉。第二题，好，你要第二题。第二小题，第一小题。第二小题。第二题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。第二题是问你 x 跟 y 的那一题哦。好吧，来看一下第二题。他说 y 与 x 成反比，然后他你们要问的是这一题吗？ x 等于是 y 等于负二分之七，然后第一，哎，你们是要问这一题吗？你们要问这一题吗？如果成反比的话要怎么写？关系式，黄子俊。成反比要怎么写关系式？玩到都忘记了哈，玩到魂魄不知道飞到哪里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再玩，不要到，不要带你的魂魄来，没关系。好、哦，我整节课都一直玩，一直玩，然后脑袋都是空的，没关系。x 等于四，反比就是相乘，会等于定值，讲了几次了 ？y 是不是二分之七？乘出来是多少？是负十四。所以正确的 x 跟 y 关系式是不是 x 乘以 y 等于负十四？有没有问题？OK 吗？然后呢？他说，如果当 x 等于负六的时候，第一小题，第一小题的关系是在这边。第二小题，当 x 等于负六，所以我的 x 是不是在负六乘以 y 是不是等于负十四？那 y 是不是就等于，哎，把负六除过来，负负得正，是不是六分之十四？约分是不是就等于三分之七？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。第三题呀、啊，这一题呢，感觉数字给的不是很漂亮，但其实你就是用一样的观念。为什么先讲第二题？因为这里是不是就 2x 加一乘反比是不是相乘？会得到一个什么定值 k， 什么问题？然后题目不是告诉你说，如果我 x 等于一，我 x 如果带一，我这里是不是二加一是三，三分之一 ？y 带的是零，所以是不是乘以负四分之一会等于多少？负十二多少？负十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 k 是不是就等于负十二分之一？所以正确的关系是不是就写成二 x 加一分之分之一乘以y 减四分之一会等于多少？负的十二分之一。然后题目呢，不是问你说，如果当 y 等于八的时候，他要问 x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来算一下，如果当你的 x 等于八，y 等于八，我是八减四，八减四是不是四分之一？会等于负十二分之一？请问再来怎么做？把什么东西移过去？是不是把四分之一移过去？是不是导数？所以二 x 加一分之一是不是等于负十二分之一去乘以四？消掉是不是就是三？是不是负三分之一？你们到底在干嘛啊？专心一点啦！这里是负四分之一。怎么解 x？ 怎么解 x？ 交叉什么？对，交叉相乘。所以呢，负四乘以一是不是就负四？二 x 加一乘以一，哎，你这边负已经移过来这边了。为什么负？为什么是负四分之一？三分之一啊。
以这边交叉相乘，这是负的，负三会等于二 x 加一，所以二 x 就会等于负四 ，x 就等于负二，对。不是选，赶快写。对，周旋。